有个试探，人人都会遇到，就是对往日特别怀念，用特殊的眼光看待过去的黄金岁月。不管是自己的人生，或是整个时代，总觉得过去的时光比现在美好，有一种往日不再的感叹。基督徒也会这样，很多基督徒会回顾某段教会的历史，认为那段时期最好，想要重建那段时光，比如。 有些人喜欢回顾威尔斯复兴时期，重提1904年大复兴的盛况，觉得那段时期真好。有些人喜欢回顾18世纪巡礼会掀起的复兴，很多英国人则喜欢回顾清教徒时代，渴望回到清教徒时期。有些人则喜欢回顾改教时期。今天，有些人重新热衷于16世纪盛行的重喜派。 这个教派当时影响了英国很多的基督徒，还有人回顾到更早的教会教父时期或是新约时代，认为新约时代的教会一定最好。其实不然，新约时代的教会也有问题，不但有外来的压力，教会内部也是问题丛生。我要先说一点，外来的压力并不能够摧毁教会。 这只会让教会更坚固，反而是教会内部的问题才会摧毁教会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会看到这个教会有严重的问题。在保罗建立的教会当中，就属哥林多教会问题最多。但是我们要为这些问题感谢神。 要不是有这些问题，今天不会有这么棒的两卷书信，不会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无人能比的《爱的颂歌》，也不会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。这是新约圣经当中最早记录耶稣复活后显现的经文。当时有许多目击者仍然健在，比四福音书的记载还要早。还好保罗写了这封书信。要知道，哥林多教会有严重的问题，教会内部严重分裂。 会有分门结党，各自跟随不同的传道人。有人犯了最严重的淫乱恶行，不但教会里的人知道，连哥林多城都人尽皆知。这个教会有一个男人和母亲有不正常的关系，也许是岳母，反正是连异教徒都会谴责的乱伦关系。他们在领圣餐的时候，常常会喝醉酒，而且。 来教会领圣餐的时候，先到的人会大口吃饼、大口喝酒，弄得醉醺醺的。等到会有到齐要领圣餐的时候，已经有人醉醺醺了。你能想象那种情景吗？换作是我们，早就放弃这个教会。我们会说这个教会很糟糕，千万别去。但是保罗没有，他不但没有放弃他们，还努力帮助他们回到神的心意当中。他们还有各种激进的女性主义。 日光之下实在没有新鲜事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哥林多教会。首先要看一下这个城市，地理位置不但影响了这个城市，也深深影响了哥林多教会。这座城位在一条狭窄的地峡上，这条地峡衔接了希腊陆地和伯罗奔尼撒。这是一条非常狭窄的土地，这有重大的含义，因为船开到这里之后。 如果是大船，就必须在格林多卸货，把货物搬过几里的陆地，再装上另外一艘船向东航行。如果是比较小的船，就会拖上岸，放在轮子上，拖走过一条路后再度出航。为什么船不绕道而行呢？因为地中海有一个区域很危险，跟南美的合恩角一样。 非常危险，应该要尽量避免，尤其是冬天遇到暴风雨的时候，更要避开这个角。所以船开到这里后，如果不是卸货把货搬过陆地，就是连船带货一起搬过陆地，然后重新出航。所以哥林多是一个重要的港都。其实哥林多离海岸两里，有自己的港口利基恩，有两道城墙，从两里外的港口。 一直延伸到哥林多城，来保护通往港口的路。哥林多城外有一座山，叫做雅可哥林多山。如果从它的山顶上眺望，其实这座山只有两千尺高，但是从这座山上可以看见四十里之外的雅典。我比较喜欢用现代的城市来比喻古代的城市，这里像威丁堡。 而那里像格拉斯哥，对不起啊，我要请苏格兰人见谅。这里是水平比较高的大学城，在这个地方住有很多的哲学家等等，是举办各种艺术活动的地方。但是这里是港都，是造船工业所在，格拉斯人住在这里，威丁堡人住在这里，你可以大致感受一下。所以雅典和格林多是互相竞争的对手。 跟苏格兰一样，这两座城有一条狭窄的土地衔接。这个地方大致是这个情形。考古学家在哥林多挖出了很多遗迹，尤其是在1858年的地震以后，有很多遗迹暴露了出来。在这张照片当中，我们先不管小图啊，可以看见哥林多的主要道路还保留保罗时代的样子。 今天已经全部挖掘出来了。他们找到保罗受审的那座审判台，也找到很多遗迹，其中有犹太会堂。他们确实挖出了很多古迹，都和陆家写的《使徒形状吻合。山在这里，海拔两千尺，从山上可以看见四十里外的雅典港口在这边。今天他们当然不再徒手将船搬过陆地。 他们在这个很深的峡谷之中，切凿出哥林多运河来，连游轮都能够通行。现在，游轮从地中海东岸可以直接走运河穿越。在保罗时代，尼禄想要切凿这条运河不成，这条运河直到19世纪才切凿成功，从希腊北部的伯罗奔尼撒一直切过来。 这是哥林多城的背景。另外，我们也必须要知道，这其实是第二座哥林多城。哥林多建过两座城，第一座城的年代久远，十分富庶，异教风俗很盛行，比如他们膜拜海神波塞顿以及爱与美的女神爱福黛蒂。这里原先有一座巨庙，庙里有两千名女祭司。 他们其实是妓女。当时的膜拜仪式很刺激，就是到庙里汉女祭司行淫。你可以想象这所造成的影响，而且有很多逃海人靠港上岸。我想我已经讲得够清楚了。其实骂女人是哥林多人，等于骂她是妓女，而被哥林多同化一词也成了希腊文的一个动词，意思指的就是杂交。所以，哥林多城的名声。 实在是很败坏，而且有这么多的女祭司，也影响到当地的教会，因为男人做的事情，女人也想做。从这些背景可以了解，为什么保罗在《哥林多前书》中会特别强调男女之间的关系。哥林多这个罪恶之城后来遭到了摧毁。罗马人在西元前一百五十年的时候。 摧毁了哥林多城，后来在基督降生之前不久，他们又重建这座城，重新迁入不同的居民。这批居民身份很特别，他们大多曾经是奴隶，只是现在重新得到自由，有的是自己为自己赎的身，所以很多从前的奴隶来哥林多城居住，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良好，他们靠着做生意赚了不少钱。 结果，此地再度成为一个道德败坏的港都。这表示此地的贵族或者是知识分子很少，这里大多是白手起家的富商，都是一些白手起家的人。这也决定了哥林多教会有些什么样的会友。保罗对他们说：“在你们当中，尊贵的人不多，家世好的人不多，你们都是普通人，你们是下流社会的人。” 这话说的没错，但是他们不是穷人，他们很会做生意，赚了很多的钱。但是他们都是一些靠着自己的努力，因而白手起家的人。从前是奴隶，如今在港都里做生意，这些背景都很重要。他们的社会背景，还有道德背景，悄悄进入教会。一般来说，出身低贱的人通常很势利。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一个白手致富的人，通常也是一个最势利的人，对不对？他们自认为很了不起，因为全是靠自己打天下。可是出身好的人反而很谦虚，白手起家的人则往往很势利。有了这种势利的心态，难免就会开始比较传道人，于是教会开始分门结党。这些背景。 渐渐地影响到教会，每一个教会都一样，都有各式各样的背景。我们信主以后不会立刻摆脱自己的背景，而是把自己的背景带入教会，这就带来了问题。但不是属灵问题，而是社会问题。我们都知道英国的教会有社会问题，我们不要自欺。还有道德问题，因为每个人的道德标准都不一样。当你把各式各样的人放在一起， 有的基督徒说，绝对不能喝酒；可是有的则会说没有关系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。有些地方，比如像是挪威，基督徒的烟瘾很大；有些地方则说基督徒不可以抽烟。这些是道德行为上的差异，大多是因为背景不同，而不是因为原则不同。所以基督徒必须要学习如何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。 在哥林多前书中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个情形，但是不管哪个教会，最大的两个争战都是：第一，不让教会和世界脱节；第二，不让世界进入教会。我想这是传道人最常见到的两大问题。哥林多城尤其有这方面的问题。第一座城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，第二座城则深受罗马文化影响。 我再重复一次：第一座城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，第二座城则深受罗马文化影响。第二座哥林多城，道德仍然败坏，一切都照罗马法律行事。因为强调法律，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会友，他们竟然对簿公堂，打官司的情形在哥林多非常非常的普遍。这种风气也渗入教会。 连会友都上法院，他们彼此之间互相的打官司。在当时的格林多，这些白手起家、白手致富的人特别喜欢打官司。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，除了这座城重建过，还有一个更复杂的情况。保罗当时一共给格林多教会写了四封信，但是只有两封信保存下来。 我接下来要说的会把情况变得更复杂。哥林多前书其实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信，而哥林多后书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四封。另外有两卷书信遗失了，可是据我们所知，遗失反而比较好，因为其中的一封保罗写得太匆忙，他后来可能很后悔写那封信，他自己也承认当时写的实在是太匆忙了。 另外一封信则是太严厉，他承认自己的语气太过于严厉，所以我们遗失的是匆忙的信和严厉的信。我整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实在是颇复杂的，但是我会尽量的说清楚一点。保罗去过哥林多三次，第一次、第二次还有第三次，但是他写了四封信：第一封、第二封、第三封和第四封。 他同时，也派了送信的人到那里去，去解决那里的问题。他先派提摩太送第二封信去，也就是现在圣经中的《哥林多前书》，很复杂，对不对？只要记住《哥林多前书》是第二封，《哥林多后书》是第四封就对了。保罗派提摩太去，可是提摩太的个性太胆怯，结果他离开的时候，教会的情况反而更糟。 他回来后向保罗报告说，情况变得更糟了。他们对我的方法反应不佳。提多的个性比较强悍。我们研读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的时候，会再谈到这个。提多个性强悍，但是提摩太个性胆怯，所以提摩太的任务失败后，保罗再派了提多去。提多解决了问题，完成任务，带回好消息，所以两地不断有消息往来。 保罗这个时候已经离开哥林多，他到处奔波侍奉，去了一趟耶路撒冷，现在回到以弗所。以弗所和哥林多两地之间不断有消息往来。我们现在从头来看一下保罗，他第一次去哥林多，待了十八个月，等教会上轨道就离开。但这个教会从一开始就有问题。保罗离开后，听到哥林多传来坏消息。 教会内出了严重的问题，保罗就匆匆地写了第一封信去纠正他们。后来，格莱士一家人来到以弗所，他们带来更坏的消息。他们说，保罗的第一封信带来反效果。的确，在匆忙之下写出来的信，有可能会带来反效果的。 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第一封信有强烈的反弹。也许哥林多后书六到七章是这封信中的一部分，但这只是猜测。我们不知道真相。不过这段经文听起来像是匆忙之下写的，给予矫正，但是却带来反效果。这就好像我们修理被撞凹的车身，我们不能够拿铁锤从背面往凹下去的地方重重地敲下去。 这样会把车身敲破。正确的做法是在凹陷部位的周围轻轻地敲，一面轻敲，一面往中间移动，直到凹陷的地方恢复原状。否则只会把情况弄得更糟。保罗矫枉过正，得到反效果。格莱士家里的人带来坏消息，保罗就写了回信。另外还有三个人带来哥林多教会所写的信，信上提出了很多很多的疑问。他们想了解属灵的恩赐。 想了解结婚和离婚的事，但是他们不想谈自己的问题。人都喜欢问问题，却不喜欢谈自己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格莱士家里的人带来了消息，斯提凡、弗图拿都、雅盖谷则带来了一封满是疑问的信。于是，保罗就写了第二封信，也就是现在圣经中的《哥林多前书》，请提摩太送去。 而这封书信回答了信上的许多问题，也谈到格莱世家的人带来的坏消息。这封信就是《格林多前书》的由来。所以各位，如果我们读《格林多前书》的时候，必须要会分辨保罗他是在回答问题，还是在谈他所听到的坏消息，这样才能够清楚，好吗？所以，保罗寄出第一封信以后。 接到消息说，他们的情况反而更糟了。对教会的挂心真的是沉重的负担，所以保罗他第二次去探访他们，但是这次却得到反效果。所有的事都不顺利。保罗跟我们一样，有的时候不管怎么做都不对，结果保罗不得不离开。他使不上力，所以他就离开了。 这个时候，他写了第三封信，请提多送去。可是这封信后来遗失了。不过，哥林多后书十到十三章有一点像这封信的内容，这是有可能的，因为这段经文的措辞非常强烈。保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讽刺的语气。当老师的都知道，受不了的时候会用讽刺的语气。老师很容易对学生用讽刺的语气说话。 反正措辞强烈的第三封信是请提多送去的，那是因为提多擅长解决问题。保罗常常把提多留下来解决问题。提多的态度果决、实事求是，命令他们要改过自新。提摩泰的个性则有些胆怯，他会用温和的语气说：“拜托，想办法解决问题吧。”但是提多会说：“不要再错下去了，赶快改过来。”所以提多把问题给解决了。 从哥林多传来好消息，说教会的情况改善很多，所以保罗很高兴，就写了第四封信，再请提多送去。这封信就是《哥林多后书》。然后保罗第三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去探访他们，这是一次愉快的探访。他第一次去是建立这个教会，第二次去则是诸事不顺，不欢而散。 他们根本就听不进他的话，第三次去则再次皆大欢喜。你看，光是一个教会就让保罗这么这么的烦心，因此他写下了这两封信。但是感谢主给我们这两封信，这两封信的内容相当的不一样。第一封谈到实际的问题，第二封则谈到他受到侮辱。 保罗对于他们的侮辱，心中感到非常的愤怒，这让保罗很不能接受。他们确实是很过分，所以一封谈实际的问题，一封谈个人受到侮辱。第一封谈保罗认为哥林多教会有什么问题，第二封谈哥林多教会认为保罗有什么问题。好了，各位，如果我们知道这两封信的差异，就比较能够清楚的了解。 第一封信的焦点是放在哥林多教会的会友，谈会友该有的行为举止；但是第二封信的焦点放在传道人，是在谈传道人该有的行为举止。所以两封信的内容确实有明显的不同，你读了就会注意到。我再讲一遍：第一封信谈实际的问题，第二封信谈个人受到侮辱。 第一封信谈保罗认为哥林多教会有什么问题，第二封谈哥林多教会认为保罗有什么问题。第一封信谈会友该有的行为举止，但是第二封信谈传道人该有的行为举止。希望这有助于你稍微了解这两卷书信。现在我们可以仔细来看看哥林多前书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先来看看这个。 现在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。这像是一个三明治。先不看外面的面包，来看里面的馅儿。这个三明治的外面是钉十字架和复活。从钉十字架开始到复活结束。现在先不看这两个，来看看中间的部分。我前面说过。 保罗需要处理两件事：第一是格莱士家里的人带来的坏消息；第二是由三个人带来的一封信。信上提出了许多疑问，所以三明治中间的馅儿不止一项。保罗需要解决所听到的坏消息，而且又要回答信上的疑问。 但是他不是先解决一件事，再解决另外一件事，而是跳着谈。有的时候他会突然谈到他所听到的坏消息。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他在回答一连串的疑问，大约有一半是在解决他所听到的问题，另外一半是在回答他们所提出的疑问。 保罗所听到的坏消息，都是教会里面确实发生的问题，包括会有分门结党、犯淫乱的罪，会有上法院互告、兴起拜偶像的风气，男女之间的关系，尤其是男女在教会之中的角色，还有人领圣餐的时候喝醉酒。 当时的圣餐是正餐。如果今天还是一样，那该有多好！我们在吉尔福的教会偶尔会举办这样的圣餐，在每张桌子上都会有一个杯子和一块饼。饭后就把杯和饼传下去。初代教会都是在大家一起吃完正餐后领圣餐，但是后来不再吃正餐了，主要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滥用这个做法。 于是圣餐简化为一点饼和一点酒，免得有人把饼吃光，并且喝得醉醺醺的。因为哥林多人的滥用，所以我们失去了这个传统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？圣餐本来是一个爱宴，是一顿正餐，吃完正餐后一起纪念耶稣。如果能够恢复这个做法，那该有多好！但是在教会吃正餐通常会怎样？ 大家会想办法越做越丰盛，对不对？连家庭小组的晚餐也都是越做越丰盛，变成都在吃，没有时间祷告了。这种情形我们都见过。所以，保罗听到了他们有这些问题，于是就写信纠正他们。他们也在信上问到结婚和离婚的事，还有再婚。重点就在这里：圣经没有说离婚是犯罪。 却提到再婚是犯罪，这个差别很重要。另外，他们也问到拜偶像的食物，因为他们买来的食物早就拜过偶像。各位知道吗？他们所买到的食物早就拜过偶像了，比如像是今天的纽西兰羊肉，因为纽西兰羊肉已经失去了欧洲的市场，今天纽西兰羊肉主要的外销市场变成中东。 因为羊肉是阿拉伯人最喜欢的肉类，所以中东变成纽西兰羊肉很大的市场。所以他们宰羊的时候，必须要先举行回教仪式，祷告之后才能宰羊。所以今天的纽西兰羊肉大多已经做过回教仪式。各位可以了解吗？这正是当时哥林多所碰到的问题：屠宰场的肉在宰杀之前会先拜过偶像。 然后再送到市场贩售，这让基督徒心中感到不安。他们会想：可以吃拜过偶像的食物吗？还是要改成吃素呢？毕竟这些肉品已经祭拜过了，了解吗？这是他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。他们问结婚、离婚和再婚的事，也问拜过偶像食物的事，又特别问到属灵的恩赐，因为他们教会有许多属灵的恩赐。 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感谢主，他们能说方言、发预言，又能行异能，有各样属灵的恩赐。哥林多教会的每个会友都受过圣灵的洗，也都有属灵的恩赐。保罗感谢神赐给哥林多教会这么多的恩赐，但是这个教会也充满了肉体情欲。恩赐和肉体情欲有可能会同时存在，这种情形。 就是有属灵的恩赐，却没有圣灵的果子，以至于不能够适当的发挥恩赐。但是他们问到了这个问题，保罗就在信上谈到属灵的恩赐。因为保罗有的时候是在解答问题，所以这些部分的经文有点难解。哪里是保罗引述他们的话？哪里是保罗讲他自己的想法？这些经文比较难解。 很容易被误解。我们来举个例子，比如保罗有个地方说“男不近女倒好”，这是保罗的想法，还是保罗在引述他们的话呢？但是整句话是说：“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是男不近女倒好。”你看，这里也许是他们在问。 男人不娶妻是不是比较好？因为保罗接下来的话显然十分赞同婚姻，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哪里是引述他们的话。又比如，保罗说：“女人在教会要闭口不言”，这是在引述他们的话，还是在讲他自己的看法？因为他在这封信上鼓励妇女在教会祷告、发预言。 有没有看出困难点？我提出来是要大家小心诠释和应用哥林多前书，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才行。否则，你可能以为是在引述保罗说的话，其实却是他先引述了他们的话，然后再加以回答。各位了解吗？不过其他部分的经文倒是蛮清楚的。接下来我要说的是。 哥林多前书不容易应用出来，有些人一板一眼的照着字面去做，这样就造成了一些误解。呃，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：我们不应该盲目的跟从当时的习俗，而应该要找出保罗的原则，然后再应用在我们的情况上，了解吗？我举个哥林多前书以外的例子来说明。 今天竟然有很多基督徒，他们相信耶稣要我们在教会举行洗脚仪式。有的时候，教会会宣布说下个主日有洗脚仪式，结果大家来教会之前会先把脚洗干净。你看，把洗脚变成一种仪式，但是我认为这是照字面的意思来应用圣经。 我要告诉你，耶稣为什么要洗门徒的脚？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吗？答案是他们的脚很脏，知道吗？那是必须洗脚的原因，因为当时的人是穿凉鞋走在泥土路上，所以当你到人家家里去吃饭的时候，脚一定是又脏又臭。吃饭的时候不能够把脚藏在桌子底下。 因为当时是斜躺着吃，用左手支撑，用右手吃饭，你的脚就摆在旁边那个人的面前，所以当你把脚摆在别人面前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先洗脚才行。家中地位第二低的仆人会把自己的鞋给脱掉，由地位最低的仆人为他洗脚，是按照这个顺序，所以施洗约翰才会说。 我不配给他解鞋带，不配当地位第二低的仆人，但是耶稣却洗门徒的脚。耶稣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脚很脏，他们的脚需要洗。他也是在教导基督徒去帮助卑微有需要的人。耶稣的本意不是叫人举行洗脚仪式，换作今天应该是帮别人洗车，因为今天在路上最容易弄脏的是车子，对不对？ 如果全盘照抄当时的做法，那就错过了真正的原则，而把它变成为一种仪式。其实，耶稣的本意是叫人要用谦卑的态度彼此服侍。来看看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一章，女人该不该戴帽子？这是基督徒搞不清楚状况的好例子。我必须说，第一，《哥林多前书中根本没有谈到帽子》。 根本就没有出现“帽子”这个词，倒是有提到“盖头”，但是整章中也只出现了一次，而且那句话是这么说的：“女人有长头发，给她做盖头的。”这里根本就没有提到女人应该戴面纱，更别说是戴帽子了。这里其实是在讲头发。 这里说，男人的头发应该比女人的头发短。不只谈到女人的短发，也谈到男人的长发。简单的原则是，在教会中坐在你后面的人应该看得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。更深入一点的原则是，男女有别。这段经文不是在讲帽子或者是头发，而是在讲头。 原则很简单：你看见男人时应该想到他的头，看见女人时应该想到他的头发。从头发可以清楚地分辨男女，提醒我们：上帝是基督的头，基督是男人的头，而男人是女人的头。重点是在讲头，头是这里的重点。男人必须留短发，露出头部来；女人的头发则不能太短，好盖住头部。就是这个原则。 但是根本的原则是，男女在基督里仍然有别，并非不分性别。我们仍然是上帝当初所造的男人和女人，是以男人和女人的身份来敬拜上帝。我们愿意接受上帝造给我们的性别，所以变装癖是圣经所不容的。男人想变女人，或女人想变男人，这是在反抗上帝的创造。 当我们敬拜创造主，是以受造物的身份来敬拜他，而且一定要男女有别，男人要乐于当男人，女人要乐于当女人。我们以男人和女人的身份一同敬拜上帝。可是，在现代社会里，却是一心一意的想要抹杀男女之间的差别。这种风气也悄悄的进入教会，把今天的教会搞得乱七八糟。 不接受上帝创造我们的本意，所以真正的原则不在于帽子或者是头发，而是在于头。女人用头发盖住她的头，男人则露出她的头来，所以看见男人会看见他的头，看见女人会看见她的头发。女人的头发是她的荣耀。我们从新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。 不要谈女人该不该戴帽子。这里的原则是做头或者说带头。这在我们的社会中很清楚地呈现出来。最近有一个非洲人问我，他说：“在我的国家里，女人的头发跟男人一样短，头发就是很卷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我告诉他说：“那你们就应该要把握原则，看看在教会中如何男女有别。” 我们并非中性人，这是原则。上帝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可是这个世界根本就在反抗上帝造男造女的事实。男人需要女人，女人需要男人，男女不同，男女互相需要是互补的。我们在上帝眼中有同等的价值、尊严和地位，但是男女有不同的角色、责任和作用。男女是上帝所创造。 当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，不是以中性的身份敬拜，而是以男人和女人的身份来敬拜，赞美创造主造给我们的性别，并且为彼此感谢主。这个原则非常重要，因为很多现代人就像哥林多人，想要抹杀男女之间的差别，这差别是上帝造的，要让我们能够互补、互相吸引。上帝不要大男人主义，但他要骑士精神。 上帝要男女在行为举止上有别，以男人和女人的身份敬拜他。我们应该甘心乐意这么做，感谢主创造我的性别就是这个原则。但是有些人只晓得谴责哦，那个女人没有戴帽子。啊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有两种常见的错误应用，这两种我都在教会看过。第一，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应用在身体上，而不是属灵上。 有些女人在教会戴帽子，却不愿顺服丈夫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<laughs> 我见过女人在教会里戴帽子，对丈夫却颐指气使。他们把圣经应用在身体上，而不是属灵上，了解吗？相反的，有些人应用在属灵上，而不是身体上，这根本就不对。我们都有身体，我们的灵就住在我们的身体里。他们以为只要在灵里承认男人是头就行了，这不对。 从你的行为举止也要能够看出来才行，因为身体是你的一部分，你是用身体来敬拜上帝，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来敬拜上帝，所以应该要应用在身体上和属灵上，接受这个做头的基本原则，在行为上表现出来，好叫人知道我们是属神的男女。好，我们就先停在这里。 《哥林多前书》其实有很多主题可以讲，但是我想用上面这个例子说明，按字面强解的结果，其实我们应该要找出保罗真正要讲的原则，然后看今天该如何应用才对。